红旗所开出出来，我马上告。不是阿伯，迄、那个无证，迄、那个无这袂使。先生，他那个人没有证书不行。他这个是他的证，他有那个抓狗那个的接证书，他可以。可是他狗放这样也是不行，算了。啊，这阿伯伊无伊的袂使抓呢，他不能抓呢。我叫伊抓，伊叫我抓。袂使，阿伯你无证书，你袂使抓钱。我是唔敢，我嘛就甲伊。袂使啊，啊你袂使，啊你才犯法啦，只有动物保护法，袂使你啊。政府的委托伊得啦，甲着好去委托伊的。阿伯，你安尼囥安尼嘛袂使一啦，你这人啊。我慢慢耍耍呀。啊，你收势啦。慢慢耍耍呀，慢慢耍。他这个证书是他的，可是他没有。盖委托伊的。伊无证书袂使呀。啊，这狗啊嘛是收用收客。伊本来吼，无迄设备，伊个个委托你。一条要，一条吼，一条要贵啊。对啊，你老迄设备。阿伯啊，你讲你爱两只嘞？迄两只走对啊？是啊，迄个比较单，你个快客嘛有在落有啊。我来问你，你若讲你无通证件，你问我，我就无证件，我。啊，你着无证件，袂使你啊！无证书哦。伊无啊。有啊，干遐尔。没有，我是破处的。这个不行啊！你那个要经过屏科大那个才可以啊，警察先生，屏科大受训才可以啊。北六一屏科大。有啊。要屏科大那个接证书才可以啊。他没有不行，他有人道捕捉训练啊，然后他没有就不行啊。我不会的。嗯。哦。你好麻烦呢，你不能这么麻烦呢。他这样不行啊，委婉捕捉就不行了。他以前，你当时，你叫我去抓，我叫去，我叫去养养两只。哎，两只你也搞一只，哎，两只嘞，搞一双手，双手，搞一只双双手，绵羊，绵羊呢？哎，我没来看嘛呀。水双的先盖，拢讲无无。民雄，民雄，民雄，什么松鼠？民雄是南二哥鬼啊无？我唔知啊。现在要追那两只狗，看是不是真的到那边去啊？哎呀，要追踪啊！有那个资料无？啊？到桥下资料你无？有啊。几对？啊，我提我提心情。我提心情。你是咧卖狗仔？我提心情。卖狗仔。卖几对？啊。六块的啊！去多少钱？六块。我跟你，阿弟无留哦。无，啊，这就是红旗所做来种啊。那那个顶礼拜拜五是几月几号？五月一号。五月一号六，上个礼拜王先生上个礼拜五是几月几号？你有五月你顶礼拜拜五去丢无？你交伊。拜五是迄个三十啊。四月三十，四月三十啊，你有无？无。啊无啊无，你唔是讲？我交去啊，交去就找。啊，你交去，你无单吗？我有在省钱啊。啊，你这单是要弄啊？这单该省钱，这单吼，这唔叫爱防止数啊。啊，你四月三十个咧，唔你叫四月二六啊？四月三十。啊，你四月。好啦，这就是还袂去请。啊，你啥三十请你，那无请啊，休闲吗？这个我用签。啊，你啥？四月三十，你还爱两只迄单嘞？伊顶礼拜拜五，你还爱两只还单嘞？阿伯，唔当阁掠个啦！掠啊！你啊做伙啊，凊彩做别种工课啊，迄拢一条命嘞。唔讲一条命，无一条命，讲咱遐种啊。我讲，这也通加着啊。加着无你个代志啦，你都无聊啊，加着人买太人。你要我人加着，你也无遐乐意，甲你加。喂。袂甲我惊伊。喂。啊。我先那个给他拍，那个给他用成。嗯，就。